主料紫薯泥辅料戚风蛋糕面糊原料蛋白4个白砂糖65克柠檬汁几滴蛋黄4个白砂糖35色拉油60克牛奶60克低筋面粉110克紫薯一小只紫薯蒸熟捣烂成泥做成紫薯馅一制作戚风面糊21张油纸放置在烤盘内四周折好三将面糊倒入抹平烤箱预热180度烤25分钟左右即可四取出稍微晾一下倒扣在案板上面放一张保鲜膜五将紫薯泥抹在蛋糕上面用保鲜膜慢慢将蛋糕片卷成卷卷好后用保鲜膜包好放冰箱冷藏20分钟左右定型出来后切片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